我是绿灯中间小绿豆，今天我就来到了我们生产制作车间，来看一下组环焊接工艺的胶条生产全过程。走，先将两段胶条需要连接的位置我们放到模具当中，然后把模具移动到相应的位置。准备好以后，我们开始要启动设备，然后把原胶片放在上面。经过加热以后啊，原胶片会融化，通过小孔注入到模具里面，与咱们胶条的形成整体。我们原胶片的可塑都是有标准的，包括融化和凝固的时间也是有标准的。好了，我们等成品出来之后展示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到成品就是这个样子了。再经过完全冷却啊，这个产品就可以进行使用了。而且它的连接处的强度是非常的大，据说用来拔河都没有问题。今天我们随机拿一个用来试验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它的连接处啊，来我们拔河试一下。有点黄，小哥劲儿有点大。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连接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，而且不仅它的连接处强度非常大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美观程度也非常的好，这同时也体现了它的一个耐候性和使用寿命。我们先挂回来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胶条就看到这里了，下一期你想看什么评论区里告诉我们，我再来带你看。